姐妹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超过了2个小时不换卫生间，你的经血开始滋生大量的细菌，这对我们女孩子身体特别不好。甚至有些敏感肌的姐妹还会出现过敏反应，特别是你们那种经常坐办公室的、长时间开会的、出差中途很长时间没有办法更换卫生间的，这个时候细菌一定是大量繁殖的，而且会带一些异味。舒雅的育周机我囤了很多，它真的很用心的在照顾我们女孩子。特有的就是这个抑菌的表层，抑菌率可以达到90%，表层超级细腻柔软，敏感肌用起来非常紧缚。这个新贴的底膜整片通体都是透气的，所以完全不会有任何闷热的感觉。然后强调一下，它特有的丝泡。